那我们去地狱挖挖坑。啊，我就这么不想做那一把刀欸。那把刀，砍头的啊。我找不到。哦，因为太边边了。放在根地底下，好。大刀我有做吧？有宽刃。要什么？隐约你有用过抽屉管理器吗？哦，我以前有用过啊，怎么了？简刃手。他说附近是几个？有连接起来的。碰到线算吗？还是线一定要碰到边呢？边应该要粘在一起才有吧？碰到那一面，这一整面有粘在一起的。面跟面有粘在一起才有。对。什么好功能被拔掉了？就是东西会自己存进包包里面，这个吧，是吗？嗯，就是它原本可以用很多配件啊，就什么你可以整理啊，或者是东西你拿一样的，然后从里面拿出来之类的这种东西，全部都没有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我家门口长了一个蘑菇，好爽。啊，这就是我家的门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只是打开，然后这样丢进去而已吗？哎，这样也可以啊。这样感觉跟钻石包包差不多哎。一二三四，啊，根地底下好。三。很可爱啊。啥？九十一格吗？啥水？钻石包包是几格啊？钻石包包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77格。哇，这个比较大哎，13×7。几个？哦，那么厉害，那么它厉叫害啊！做白色量子背包，还蛮好合的。哦。白色量子背包这么好合哦，羊毛强化钻石箱子，没有，它只要做钻石就真的很简单啊。我想说被什么东西打，过来一点了，我不想打到我的相公。我也做一个来用好了。丝虫、丝缕、丝滑蜂胶，可是你们说的这个。要养蜜蜂欸，骨粉没用吗？骨粉应该也是有用啊，只是有免费的东西不用，要用要花费的东西。我想再想办法这个弄。有什么歌？这是什么歌？我觉得没有水壶快。没有欸，我搜寻。啊啊！这个球太快了，吓死我！啊啊啊！哎、欸，我吓到你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吓到我了。哎、欸，观众，我在敲我的蘑菇，结果他那个蘑菇敲太快了，被那个吓到了。剃刀的头要用什么好？那观众，等你们讲，就是剑刃。有点想忘记了，这个劈刀，劈刀，劈刀的头，模具，不，大板跟手柄要用什么？跟我讲，我来做。这时候欢迎，最好组合，欢迎你们。我把太耗材料的，对啊，太耗材料。我的是用马玉林配琥珀金呢、啊，那太恐怖了啦，太贵了，马玉林很贵。你不能用铁的，然后你用那个马玉林升级之类的就好。对啊，通常不是这样最省吗？是啊，我是因为它的其他效果都是用很恶心的那种。你要很恶心的效果，当然就是会变很贵啊。对啊，对啊。
让他好，又让他便宜，没有这种事情啊。马玉林，马玉林都是马玉林，我开心就好，好，我开心，我要用石头。我太开心了吧！超开心，受不了，太开心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哈基是不是不见了？他还在哈基研究东西哦哦，因为他研究那东西比较安静、专心哦。他不是喵哈，在偷偷摸摸的时候会很安静。我已经进入解程式模式了。哇，亲。金属未知弹，原金属头和大板，用马玉林混用琥珀金和骨头。对啊，跟我的组合差不多了啊。可是你要想一下哦，没有那个就是修起来很贵啊。对啊，那个问题就是修起来可以不用这么好的没关系，因为我其实矿物有点少。就是我们大家说，也没有到很多啦。我比你有些还少。一二三四，好啦，看到一个说用菇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菇也是很贵啊。不会啦，菇比马玉林好一点点。它比马玉林好一点点。就一点点。啊，那大阪嘞，也是用菇吗？欸，不要好了，我觉得大阪我可以用便宜一点的东西。要混的。对。哦。那我大阪用铁好了。嗯。这样好修一点。那经验修补。嗯。快爆炸了。哦。你是说用那个青苔吗？黑曜石。好啊，那用黑曜石。哦，想要敲太快了吧？敲哦，十点了，对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放着给他开台吧。哎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去录音。倒岩浆跟倒水进去熔炉是算几个啊？一样啊，一块啊，就一块而已吗？嗯，好，快到了，主要八次。你是说某个整体召唤吗？不是神明的召唤，不是，我不是另外一个，对，另外一个，但鬼的召唤吗？召唤哦，对，食物的，食物的召唤，不是，不是鬼的召唤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今天是有神的召唤，哦，所以大家都是差不多十点，我差不多十点啦，差不多啦，好了，其他人嘞？哇，感谢真水。不是你们关就可以关的，光合肥关太烂啊！不然我做完这个好了，就是我家前面的。哎，不放哎，你有空可以看我家。消失木，那关了呗。矿波，羊毛不同颜色没什么吧？啊，没有。好，我做好了，量子背包，很大哦。哦。魔术大空间，哦，魔术大空间，这时候就是乱赛的时候。哎，为什么我的那个基础液体罐没有倒进那个焦黑储存罐里面？你有没有用那个传输节点流体？传输节点流体，嘿，洗洗啊！传输导管，传输节点物品，哦，好。也还有流体，它是流体非物品。好啦，马玉林怎么合？我做马玉林好了。菇配一块菇配一块那个阿迪特。哦，够贵吧？一二三四。高级的水壶要做好久。觉得好像也还好，有去挖矿的话。菇好少哦，阿迪特蛮多的，可是我的菇超少。哎。我这边是出深渊的怪吗？这是什么？好恶心哦、喔，好恶心的骷髅、喔。凉亭。大板。凉亭。是、啊。那我可以黑曜石大板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烧。拖刀。烧，哎，其实我只要这样丢就好了。嗯。
感谢追随。欸，所以大阪是要马玉林还是要用那个啊黑曜石啊？你问他们，我看不懂，有两个讲法啊。嗯，可以看看，帮你看个书。那就自己来，随便用。反正马玉林上去是要他的贪心啊。嗯，只是要贪心而已哦。嗯，贪心效果。那就不用大阪，不用用马玉林啊。你就随便一个配件用上去就好了。因为贪心是在头啊。头就是大阪或是剑刃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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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阪是算那个其他部件。哦。他那个闪的那个图上面不是有？那我要交咯。这感觉会自爆。那个。你在干嘛？什么东西会自爆？自爆。你在玩什么？对，你在玩什么？闻到会自爆。就是这个东西啊。我是不想要它挥起来太慢，所以我的大板是用菇的。大板用菇。因为它是加那个攻击速度。那黑曜石是加什么？武器，黑曜石是加那酒吧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对啊，黑曜石是加那酒。白痴，我自己也可以看哦。我干嘛？好。怎么抓？按下键，这段开始会累格一下子。哦，好，研究一下新金属，明天告诉你。可以啊，你不然就可以到我的影片下面跟我讲啊。这快多了，这快多了。我最近影片都有在看。嗯，这快多了嘛？刚刚那个水壶太慢了吧？说好的效率呢？这个效率快多了！哇，两只女巫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！为什么不是两只安德啊？效率快多了嘛！琥珀金哇，耐久加一点点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原本的大板是用什么了？嘿，嗯，变粉粉的那个。粉粉的，所以你要把它换掉。琥珀金。对，那我后来就是把它换掉了。因为我整把剑粉粉的，我实在是看着就是你给。大板要用银。嗯。银是干嘛的啊？找不到，烦死了。银是神圣对亡灵生物造成额外伤害，我是觉得没啥用。亡灵啊、欸？可是打僵尸、骷髅那些蛮有用的。应该就是不死生物啊、嗯，就是不死生物啊。嗯，啊，这样修也是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就看名字是什么、啊，是什么开头？村庄能挖到温室玻璃，能增加植物生长速度。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们去挖一个。要去抢村庄啦！我有几个村庄的点啦、啊，不要逼我哦。村庄这里。哪里？这个吗？藤架，藤墙架。好，我想起来为什么我一开始会用琥珀金的，因为我看到它耐久是250。那、没想到有那个吗？想说，哎呦，不错哦。那我就一看变粉粉，就换掉了。扔扔扔，换了。但它的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只是如果你啊，人家就粉粉的不喜欢嘛。可是它很粉又很吵啊。就跟你讲那个颜色，它不行了、啊。颜色不行，生物也不行。OK。它变得生生生。我要拔刀了。生物又拔刀了。太烦躁了。温室是这个吗？温室玻璃，温室玻璃需要充能青金石水晶，这怎么做？功能台没有哎、欸，这个村庄没有。如果你要青金石水晶的话，我有。我要充能青金